要碰到有机会，当然他必须要拿出来啊，拿出来用，这样子的话对厂商才交代的过去。好，我们看到现在 Jim Rampey 刚才做了一个安全球啊，利用四号球来吊球，那现在 Ronnie O'Sullivan 上来出手。对，这个安全球有点运气的成分啊，因为刚刚这个 Jim Rampey 他用架杆器打这个一号球啊，因为打得太厚了啊，打得太厚，结果母球跟这个一号球碰撞两次啊，碰撞两次弹出来，结果形成了一个幸运的吊球。好，诺尼欧斯鲁文在97年啊，可以说是他这个职业生涯啊，这个光辉的开始啊。这个因为他在这一年，这个刚拿下这个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比赛都是在年底举行的啊。那么他在这个秋季开始的时候，刚拿下这个全英这个锦标赛的一个冠军啊，97年。换句话说，也是他这个人生。这个斯诺克人生一个最辉煌的一个第一步。嗯，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啊，一方面是欧美对抗，那另一方面是斯诺克对决花式撞球。好啊，解球虽然说解到了，但是放呛死啊，解的好像稍微太轻了啊，而且解的太整颗了啊。如果稍微解薄一点的话啊，这个有机会一号球跟母球会分散到球台的上下方啊。好，但是这个球做二号也不容易啊，我们看啊，必须要闪啊，就闪不过，没办法啊，虽然说已经打得很用力的，但是还是没办法让母球回来。那现在轮到了 Earl Strickland 来出手。对，所以说现在看看这个二号球啊，这个看看怎么样子来做安全球啊。好，灌底带，哎呀，艺高人胆大。好球，那么现在接下来红色的三号球中带，对，那粉红色的四号左上方的底带，五号球在右上角。好，我们看这 Strickland 啊，打球很快啊，这个好像巴不得赶快把这场比赛赢下来。嗯，好，会不会做得太直了？有没有角度？好，有角度啊，这而且角度不大啊，所以说这个七号球做上方的底带。好，会不会太直啊？这想办法是偏一点带，让母球啊，好偏一点带啊，我们看到这个母球滑里滑进，然后稍微推一点，推到一个好架杆的一个位置。啊哦，走路也走得很快啊。好像一秒钟都不想浪费，结果然后 Strickland 呢？好，利用黑球吊球啊，下点低杆啊啊，利用黑球吊球，好球，漂亮啊！嗯，那我们看到现在呢 ，Ronnie O'Sullivan 上来，他看看四六的一个组合球的角度，这个球还可以看得到啊，嗯，难呢，哇，抬高杆尾很难哦。对，需要准度了，你看。哎，这球打进了，好球！哇，现在母球停在左上方的袋口，而且还是剁杆呢。哇，再看一次啊！哇哦，哎，勾进的啊！哇，这球有点运气啊！这个我不相信他真的那么准，这球多多少少有点运气啊！哦，差点力量又太大啊！不过还是做到了五号球，那这是一个大角度，要打底带。哎好，我准度是绝对没问题啊！诺里欧斯利文这年轻，又年轻，准度又好啊！好，七号球，好，这个拉杆横台或者推杆横台都可以啊。这推杆的话就直接拉杆啊，那推杆的话当然就下左塞啊，下左塞啊，漂亮了。对，好，第一盘强尾局。哇，这一次呢没有球进啊！哇，这个进的球在上一局都用光了。不过呢，我们看到一号球呢，现在可不可以过啊？这个母球呢在下方，然后一号球被撞到了球台左上方。好，现在要来开始这个安全球的一个大战了啊！对，好，现在轮到了 Strickland 啊，好，灌底带。好，一颗星灌底带，好，看看一颗星灌底带，好球，哇哇，漂亮啊！艺高人胆大，
好，这个看看这个三号球啊，这个三号看看二号球的角度怎么样啊，来决定这个三号球是要做同一个带呢，或者是说做下面的底带啊，这个两种做球的方法。当然如果做同一个带的话，右塞拉杆啊，右塞拉杆回来。好，右塞拉杆，我们看它并没有闪过这个三号球啊，而是直接一颗星出来，做一个比较角度比较大的啊，然后让母球很自然的横抬出来。四号球的底带啊，看样子美国队的第一盘是赢了啊，这没办法啊。对，由于 O'Sullivan 呢，这个球没球进，对，这灌球灌得太漂亮了，确实。哇，他刚才那个一号球啊，在这个紧张时刻能够那么冷静的脸不红气不喘打进啊，果然是名将啊。六号球右上方底带，然后七号球在右下方带口。好，他现在正在考虑要不要拉杆下来，还是说停在上面就好了啊，现在正在考虑这个。好，看看他的决定是什么。好，决定拉杆下来啊，做得好打一点。好，这个球可以来做中带啊。好，简单的上来做中带啊，再拉成这个角度的话，当然就做中带。那如果说像他刚如果说停了比较远一点的话，当然了啊，就是必须要下右塞薄球啊，走到黑球的左边来做底带。好，我们看比球的虽然是金人比，可是上来冲球的却是 Strickland 啊，哎，这球杆到底是有什么毛病？他的习惯动作，然后再检查一下准心。好 ，Strickland 看看这个冲球，母球，哎呀，哎呀，他今天第二次了啊，冲进了很多球哎，我们看冲进了两颗球，母球落袋，他今天第二次了。他的第一盘曾经呢冲球母球洗澡，对，第一盘的时候是母球进了右边的中带啊，然后这次直接进了啊，没有其他的球把他碰到。那现在欧洲队呢 Ronnie O'Sullivan 上来他的自由球，好，相当简单的球型啊，这个要拿下来是没有问题。哎呀，太轻了啊，太轻的话做六号就麻烦了啊，这个球好看看有没有办法拉杆啊，拉杆走这个左上角啊，左上角两颗星回来啊，看看有没有办法做到左下角底带啊。好，直接打底带啊，准度够，没话讲。好，还是一样，左下角底带打进那个七号球做底带。哇，他今天已经多次展现了他的准度。对，那准度当然了 ，Nolan Ryan 是绝对没话讲啊。而且他的这个左右手的准度都差不多啊，相当厉害的一位选手。这个九号球的球台对他来说。